这里的事吧，确实难受，你帮助我这一回吧。啊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真的是很小很小。一边看着很小，交给我们老人吧。说实在的，这是个大事，我们做不到。我们再聊什么？如果说我下车了以后，万一再卡到什么东西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。你是小事，我们是非常大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还是会那个，只是不会那么不好意思了。嗯，对，我觉得是理所应当的，就是老人嘛，在外面每个人都会老，嗯，很正常的事。